对，那你要买车车啊？这个是干嘛的？车车。哪里有车车？车车啊。那这个要干嘛？走出去的、啊，去看看这一条路啊，就会有风景。你走不出去，你根本推错边了。要高空弹跳吗？这么开心啊？这要干嘛啊？吓你。怎么还？多好，在这里，人是可以出去欣赏风景。嗯。